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今天深读君要说说打嗝裂镜片的蘸糖战术。肾小管里有个叫钠葡萄糖同向转运体的家伙，英文名 SGLT， 专干尿里捞糖的活，深读君就叫他小 S 船队吧。分一号和二号两派，其中二号占了九成。假设小 S 船队有1000条船，能同时打捞1000个糖。如果掉进尿里的糖有2000甚至20000呢，那就打捞1000个糖，剩下1000、10000九的糖随尿液排出体外。这小 S 船队是个好强的主，今天1000条船不够，明天就能生出2000条船。日积月累，小 S 船队的捞糖量明显增加，有更多的糖被送回血液去给血管添堵了。当当当当，达格列镜小将军赶来救场了。他一出现，二号小 S 船队全部停运，肾对糖的重吸收功能立刻降低90%，血糖就这么控制住了，帅到炸裂，有没有？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